你这是？嘘，我是瞒着我爸妈回国的，所以现在不能出现在国内。我还想问你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你昨天差点把我胆结石吓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跟网络专栏签了合作，所以我是偷偷休学回来的。哦，哎，夏白城怎么找到苏杰克那儿去的？他都知道了。他怀疑了。那你要赶紧速战速决。我跟你说过，诅咒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夏白城知道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可是，把自己心爱的女孩子推荐给一个我最讨厌的男人，这种事想一想，我每天都会做噩梦的。哎呀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。你要相信你和夏白城之间的感情，等他知道一切，会明白你的苦衷的。记着，夏白城一定要真心表白石井，石井一定要真心接受，诅咒才可以解除。全国青年设计大赛将于十天后开赛，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16个项目组参与角逐。全国青年设计大赛啊，举办至今已经12届了。从这个平台上走出来的优秀设计师，如今都活跃在建筑的各个岗位。听说这次比赛除了奖金和奖杯之外，还有额外的奖励是吗？是的，今年我们会给这次比赛的优胜者一次亲手实现自己建筑梦想的机会。学校很重视这次比赛，决定由你们俩牵头成立项目组。学校呢，委派我协助，另外还会专款专用为你们提供一切便利的。这里以后就是你们的工作室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组员挑选方面哈，你们俩有什么想法尽管说，你们叫不动的我去帮你们叫。我已经拟定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聊聊初赛的主题吧，流动的光影。我建议建筑的外观采用一体化落地窗的设计方式，让阳光的变换在建筑上充分体现。我不同意。这次考题看似简单，谁都知道外观要采用无遮设计来提高进光度，体现光影的变化，但怎么做出新意才是大赛组委会的评判标准。我建议参考纽约新博物馆的错位设计，让阳台和房顶留出更多的空间，这样才能让层次感更加明显。可纽约新博物馆是商用，他们采用这种结构更多的是考虑美感，而我们是别墅，更多应该考虑的是宜人居住。而且我们的整体设计如果太过跳脱，就会大大的降低实用性。我们可以整体结构使用稳妥的落地窗方式设计，在细节上推陈出新。柯布西耶说过，一切民用建筑都应以宜居为第一前提。我们同意石井学长的方案。你知道每天跟5个石井在一起是什么感觉吗？幸福的感觉啊。幸福？首先你会很愤怒，你会觉得自己跟他们完全不是一个语言体系，因为他们说的话你听不懂，你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。然后你会觉得自己的眼睛开始出现问题，因为这5个人说话姿势动作都完全一致。接着你会觉得自己开始出现幻觉，开始思考你和宇宙的关系。要不要那么夸张？夸张？石井学长，白城，你们成立项目组累不累啊？要注意休息。石井，我觉得你选的组员有问题。他们4个是在学校成绩里仅次于你和我，有什么问题？他们4个的设计理念简直跟你是一模一样，整个团队里没有一丁点灵感的碰撞。设计有的时候需要火花四溅。我们现在跟一潭死水有什么区别？风格统一也是一个优秀团队的重要条件，我不觉得有问题。学长辛苦了，学长加油。胡里山，我真的很羡慕你可以每天面对5个石井学长。哎，
那明天要不要一起来感受一下？真的吗？哼哼。五个石井学长。白城学妹。啊。嗨，大家好。他下午没课，想过来帮我们打打下手，没意见吗？哦，我想先放点音乐暖一下场。音乐关掉。好。出来吧，你不是常说江湖人行事光明磊落的吗？我来帮你拿。都跟了我两天了，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。我们那晚到底有没有你问我呀？不是，我就是想调查清楚。难道你不想吗？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如果真有什么，我会对你负责。负责？娶我呀？多少钱？哦，我来。打完折12000。学长，石井学长，啊，午饭想吃什么？我来叫外卖。西红柿鸡蛋，少西红柿，多鸡蛋；青春无鱼，多醋少盐。首先，你会觉得很愤怒，因为你和他们完全不是一个语言体系，他们说的话你听不懂，你说的话他们也听不懂。然后你就会怀疑是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，因为这五个人说话、姿势、动作完全一致。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开始出现幻觉，开始怀疑你和宇宙的关系。老白，你这两天怎么了？看我干嘛？我怎么知道？你们都在这儿啊，李山学长，我可以坐这儿吗？啊，我吃饱了，先走了。啊，学长，那个信你看见了吗？信？啊，什么信啊？到底怎么了？我跟顾佳熙表白了。啊？什么时候？他答应你了吗？
他说他有喜欢的人了。算了，老板，想开点。想得开，我当然想得开了。感情这种事情不能勉强。嗯，不过，我一定要把顾佳熙喜欢的那个小白脸给揪出来。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这么有本事，连我白子玉都瞒得过去。有必要吗？我外号叫什么？玉面小白龙。大点声！玉面小白龙，百川八卦之王。八卦之王，连自己喜欢的女人有喜欢的人都不知道，我还八卦个屁呀！我就是你，先从你开始。回宿舍啊！啊！哦，原来他说的是这封信。李山学长，我知道这个决定很唐突，但我无法控制我的情感。我喜欢你。一定要把顾佳熙喜欢的那个小白脸给揪出来！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这么有本事，连我白子玉都瞒得过去。气得我相机都没拿。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陈卓这两天怪怪的呀？我怎么知道？不会是你们俩有什么事儿吧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跟白子玉一样八卦了？其实吧，我觉得陈卓对你啊，可真的没得说。哎，我说句实话，我觉得陈卓比石井啊更适合你。胡说什么呢？谁会喜欢那个呆子？哎呀，你就嘴硬吧，看你嘴硬，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走了，走了。建筑的内部，除了必要的混凝土、稳定基体外，所有材料为透明状的母体材料，外观上采用一体化的全玻璃包裹，再加上光的明暗的处理，空间充满流动感。24小时的自转光影变化会在整座建筑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，呼应了主题“流动的光影”。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。哼，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们百大要是拿这么个作品出去参赛的话，恐怕会让人笑掉大牙的吧？李山同学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只考虑到了最大程度的采光，但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样一个建筑，因为它采光太好，光影投射在上面，其实很难感受到其光影的变换。因为选用全透明材料作为承重材料的话，你有考虑过冬天室内温度的问题吗？因为白天的采光良好，所以它的室内温度能控制在20到25度之间，而晚上可以通过供暖系统轻松解决。去哪儿搞供暖系统？你觉得你这个建筑设计像是会盖在人群密集会有人住的地方的吗？据我所知，这是可以实现的。你太理想化了，你有考虑过实现的成本问题吗？设计先行，柯布西耶曾说过。行了，你别西耶了，你把你那些书本上圣经般的概念放一放行吗？这样的作品如果真的拿去参赛的话，我敢保证评委会提出像我一样的问题。你不能总拿大师的话作为你不切实际的借口吧。李山，我觉得你是在针对我。
你有这么多问题，为什么过程中你不提？我提了。哎，你们几个听吗？你们五个跟连体婴儿似的。这不是借口。你这个真的不行。行了，别吵了。李山的意见我基本上认可，但是石井这么做也有他的道理。这一次的比赛十分的重要，我不能武断。这样吧，我罗德岛设计学院有个同学这两天正好在国内，明天我找他来评判一下。连体婴儿。真真。啊，大哥。想要干嘛？我对不起你和大哥，这件事情我要告诉他实情，他不原谅我，我就以死谢罪。这件事情跟石井有什么关系？你犯得着跟他说吗？怎么没有关系？他是大哥，你是大嫂。你给我回来！反正就是没关系，你也不用跟石井说什么。还有，咱们两个那天晚上有没有什么还不一定呢，你就这么着急想去死吗？好，这件事情我会尽快调查清楚。大嫂放心，我陈卓如果做了什么一定会以死谢罪。为了不让大哥胡思乱想，你我还是不要声张。在此之前，我还是会把你当做大嫂一样对待。这个傻子。老姜，有什么你就直说吧。透明材质不太现实啊，我们学院实验过，在承重方面还有瑕疵。任何建筑都应该先以安全为前提啊。而且你们追求采光最大化的目标是没错，可是没有阴影哪有光呢？何谈流动呢？老邱啊，这坏人你可以让我做，晚上你得请我吃饭。好，当然当然。那个老姜，你先去我办公室等我一下。好，嗯。还有三天的时间，你们说怎么办？邱教授，这件事责任在我，三天时间我会修改出最完美的方案。五个石井继续修改。他们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四个学生。好不代表合适。石井，邱教授，给我三天时间，由我来选人，我带队完成作品。石井已经错了一次了，不应该再听他的。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一定要顺利通过初赛。如果我们百大在第一轮就被淘汰掉的话，那我这个辅导你们的老师就没脸再做下去。你们看着办吧。找个机会拉夏白城进设计组，让他俩朝夕相处，破解诅咒指日可待。学长，谢谢。你还好吗？为什么留给一百分的佳琪得到了不是六百分？我看学长都没有吃饭，本来想做香蕉奶昔给你，但是买了香蕉才发现没有牛奶。你的意思是再多香蕉也做不出一杯香蕉奶昔，如果想产生变化的话，就要不同的元素
是吗？啊？我懂了。谢谢你啊，白城。老白，我只有三天时间了，你来帮我吧。进项目组不用上课，晋级还有学分呢。老胡，我真不是不想帮你，只是我的调查进入了关键阶段。据我所知，顾嘉熙在11月10号写过一封请书，但是我还没查出来是写给谁的。李山学长，嘉熙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哦，我。嘉欣，你帮我检查一下。哦。你搞什么鬼啊？是不是还嫌我不够难过？老白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我已经帮你分析过了。你天天调查那个小白脸，到最后结果又能怎么样？顾嘉欣不喜欢你，还是不喜欢你。我觉得你应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顾嘉欣身上。他已经答应进我的项目组了，你也起来，朝夕相处，发挥你最大的魅力。这样，时间久了，说不定顾嘉欣就把那个小白脸给忘了。而且你们在一个项目组，如果你真的想调查那个小白脸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可是没有什么可是，但是你像现在一见到顾嘉熙就跑，一点都不像个男人，时间久了顾嘉熙可能会觉得你小气，是不是？行，我加入项目组。李山学长，小白学长，你们俩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嘉熙学妹，以后就要一起工作了，请多指教。太好了，有小白学长的加入，我相信我们组一定会更好的。哟，正义联盟集齐了，怎么？又出变态了。今天请大家来是为了设计大赛的事。之前由于实景的一意孤行，导致参赛作品出了很大的问题，所以想请大家来共同帮助修改，3天之内完成作品。这3天大家可以不用去上课，不用担心扣学分。如果作品通过初赛，大家还有加分的可能。不可能，我大哥怎么会有失误？你们不是选了4个成绩最好的学生进项目组吗？6个百大的学霸都搞不定，我们能干嘛？这次确实是我的失误，但其实我也不知道李商为什么叫你们来。走。在座的7个人可以说是百川大学的最强组合。石井李山不必多说，一个逻辑缜密，专业知识无人能敌；一个思维跳脱，英俊帅气。阿花，手工达人，经常制作手工工艺品。他制作的建筑模型，在创意程度上自然比不过石井李山，但论精密度，你们俩却不如他。嘉熙学妹，各方面成绩都非常均衡，看似不出彩，但其实能达到这种均衡非常困难。而且，嘉熙是出了名的行事周全。有他在，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。陈卓，自幼开始习武，他出手的劲道和分寸已经磨练多年。据我所知，他是我们全校唯一一个可以徒手画圆最标准的人。小白城，你踩到我的脚了。对不起小白学长，我到那边去。我到那边去。那这么说，只有我是最没用的了，叫我来干嘛？不，你有一项，别说是我们，就连其他参赛选手也都羡慕嫉妒恨的优势。你从10岁开始，
跟随你的父亲平均每年游遍四个国家，世界前十大的建筑，你平均每两个月就要去参观一次，所以你比我们更清楚那些停留在图片上的建筑结构和优势在哪儿。行，马屁倒是拍得不错，那我就给大家三天的时间，反正有学分可以加。耶，大家加油。干什么呀？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先打探一下对手的情况。对手？哎，一共16个项目组，我们还得15个项目组一个一个打探，那也太浪费时间了。不，打探这一个就够了。别动，站好了，摆个 pose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摆什么 pose 呀？你先说清楚。你身后，就是英红理工项目组的工作室。啊！嘘，白子玉，你不会是想毁坏人家作品吧？你也太无耻了！什么毁坏人家作品？我就是想来看看他们做的什么。再说，大会也没规定参赛选手不能去别的学校参观别人的作品吧？别动！别动！哎，你们干嘛呢？我们拍照呢。拍照片啊？这是我们学校参加中国新人建筑赛的工作室，不给乱拍照片。大姐姐，你一定是误会了，我们俩是高三的学生，她是我的女朋友。是这样的，这不，我们俩的梦想一直就是想考英红理工。不高考了吗？她压力也实在是太大，就怕考不上，所以我就带他出来散散心，拍拍照，给他点动力。你看他都抑郁成什么样子了。哎呀，魔鬼高考啊，那你们拍吧，希望明年能在学校里看见你们。加油啊。当然当然。我们现在还有不到三天的时间，想要重新设计作品已经是不可能了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修改。啊，这种急促的修改下肯定出不了彩。所以我们只能降低预期。目标只有一个，晋级。初赛的晋级名额总共有8个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要最低保证是第8名，就能顺利进入下一轮。所以我们只要确定能够顶掉这16个队伍里实力排名第8的英红理工就够了。这是我昨天在英红理工打探到的信息，这是他们的工作室。你们看见那个电脑桌上的设计图了吗？虽然只有一个轮廓，但你们不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吗？他们走到了跟我们一样的误区。只注重了采光。没错。而且你看他们的工作室，他们已经开始制作模型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只需要升级修改我们的设计，规避掉他们所犯的问题，就一定能赢过他们。那我们必须就在今天就出设计图，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在明后天赶工做出模型来。本小姐呢，看了你们今天上午的方案，画了一些草图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这些墙面上的暗纹是？都知道光之教堂吧？我去过那10几次，就是为了研究它内部墙面上小孔的设计用意。后来发现，其实它并不是介绍里所说的通风的用途，
小孔墙缝中的材料可以弱化光源，当阳光不处于十字窗口时，它照样也能为教堂内提供足够的光线。哦，用暗纹让光影在墙面上更有层次感。嗯，今晚咱们就能出设计图了吧，师姐。贴上吧，别感染了。哦，注意睡眠。谢谢大哥。啊！我靠！啊，杯子摔碎了。怎么停电了？我去看看。我的图纸我画了一下午了。学长没事的，之前的我都已经给你备份好了。大哥，没事了，只是跳闸。谢谢啊，多亏有你，不然我今晚要废了。哎，别用手。对不起，石井学长，都碎成这样了。没关系，工作吧。哎，嗯，你帮我搬进去啊？你自己搬吧，我这还有事儿呢。喂。走吧，放下。我告诉你啊，是我先不要石井的，才会轮到你。好好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的关大小姐。真不知道一个女孩子是怎么把自己活得这么糙的。帮忙，嗯，走了。哎呀，咱们去庆祝一下吧。那好。两天改完了参赛作品，咱们的配合也算是天衣无缝了。哎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，我就想睡觉。就是来帮个忙，加个学分。还真把我们当队伍了。我觉得不管这次我们能不能晋级，我都会非常怀念跟大家在一起工作的。如果晋级成功了，大家还愿意继续加入项目组吗？晋级了再说吧。哎，石井学长呢？大哥说他晚一点再走，让我们先回去休息。我们先走吧，别等那个自动动了。哎呀，走吧，困死了。流动的光影，学长，嗯，这杯子是给你的。之前不小心打碎了学长的杯子，所以我买了一个一样的给学长。谢谢。石
景学长，快回家睡觉，再不回家睡觉的话，大灰狼就要把你叼走喽！哇！石井学长，回家睡觉了，回家了，嗯，没问题。我横着走，我要回家啦，我回家睡觉啦。节能建筑是探讨以满足建筑热环境和保护人居关系为目的，通过建筑既然大家都选择留下，那么从今天起，咱们正式成立一个小团队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哎，先声明一下，我是为了加学分才加入的，你们到时候可别拖我后腿啊。厉害呀，石井，你是怎么想到在暗格上加上风铃的？因为夏白城。他在投影仪上比划的手势让我想到了用风铃来分割光影，让光影射进来的时候会随风有幅度，更符合流动光影的主题。我只是凑巧的啦。夏白城，你愿意加入项目组吗？我可以吗？当然。